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人身后花园，富贵堂城。生命就像花开花谢，人生如同日出日落。花谢了，会有再开的一天；日落了，明天还是会绽放光芒。走进富贵堂城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放眼望去，天地大美尽收眼底，细细品味自然流露的诗情画意，让随意驻足的人们心情豁然开朗。四合院是历代传统建筑的典范，梁柱上的细腻雕刻融合古典人文的艺术装饰，透露了唐城对建筑美的讲究。从中华文化风水的意涵来看，口字形的建筑形式不仅有聚气的意义，象征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本意，更反映人们追求幸福、美好、富贵、吉祥的美丽境界。唐城的清幽宁静、雄伟庄严，深刻感动每位亲身造访的人。因为知道生命的循环就像四季的交替，春天降临带来百花盛放的艳丽，冬天已过又是生命再发新芽的时刻。所以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，而是进入另一生的开始。这个生命的循环就是大自然的规律。为了让每一个人体会生命轮回的美，富贵集团以人为本，打造一个让生命无限延续的艺术陵园，更透过多种创新贴心的现代化服务，让人们能从容地为将来做最完整的规划。一处最美丽的人生后花园，富贵堂城。